看见这个菜那就美完了，蒜香鸡翅，放假了赶紧给孩子在家这么整啊，可好吃了。我大姑娘点名要吃鸡翅，把这个鸡翅从中间给它剪开一分为二，这样型的它好入味儿。都剪完了再洗洗，然后把水攥净，来点姜，来点酱油，胡椒粉去腥啊，再来上一点这个花雕酒，没有这个花雕酒的就用料酒就行，少放，来上点盐，老抽，抓咕抓咕，最少腌上半个小时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不行，马上饭就做好了。那给你做这个口蘑炒肉，你不最爱吃吗？啊，把口蘑这小地儿给它摘下来。哎，想姥爷了，姥爷过两天就回来啊。水开，焯水，小点声，闺女。口蘑焯水两分钟盛出来啊，不用投帘，就把水给它沥一沥就行。开始炒，这块肉我用生抽、老抽腌了一下。肉炒个七八分熟，下蒜片和那个彩椒，炒出香味之后，把口蘑下里，来点松鲜鲜，少来点盐，水淀粉勾个芡，出锅前来一把葱段，口蘑炒肉，鸡翅腌好了，锅里稍微多来点油，羽毛那面朝下，给它煎一下。一面煎好了，给它翻面，再煎这一面。盖盖，让它焖一会儿。全部煎熟了，先给它盛出来。锅里少留点底油，我这个是洋葱、红椒碎、葱段，然后还有蒜末啊，爆香。这几样在一块简直是太香了，鸡翅回来。真的是好香好香啊！我再放点这个现成的蒜酥啊，蒜头酥，带点芝麻。我大姑娘最爱吃这个蒜香鸡翅了。嗯，咋的？塞牙了？天哪，牙缝子真大呀！我没塞牙。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有骨头。是我这里，是我这里头了。嗯。妈做好不好吃？啊，好吃。就说了一根棍。